任小月，你这么多车票拿出来干嘛？我把他们整理整理，有些票上面的字都消失了。这个也要存起来，那个也要存起来。你怎么不把超市里面卖东西的票也放进去啊？哎呀，有意义的再放进去嘛。你看我们这个电影票都很多年没有躲起来。那是以前我们在城里谈恋爱，没有自己的家，只能去电影院看咯。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，不过感觉可能不一样嘛。我先去把土豆挖回来，下午带你去电影院看看。真的？嗯。那你先去，我等一下就来陪你一起挖。好。少兄们啊！啊，你跟邓小鱼干？那跟邓小鱼。哦。客气吧啊。哦。给我你会心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。来了。刚刚我看了5点多有一场电影，我们就看那个好了。那我们刚好看完，还能回家吃夜宵。等下顺便也炸点薯片，一起带去。去电影院嘛，都只吃爆米花，哪有人炸土豆片去的？奇怪怪的。里面的爆米花都要70块钱一桶，我都能买一大袋土豆了。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嘛。小月，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吧，我来不及了。来得及的，我看着时间呢。你这么多艾草拿回来干嘛？本来想给小石头熬点水泡澡，天气热，小孩不是很容易长小的。后来居然给我介绍了这个银石太空霜，说里面含有芦荟和艾叶，可以在容易出汗的地方多抹一点，刚好就不用熬艾叶水了。冰冰凉凉的，夏天晒着了也可以用这种抹脸降降温。这款成分晚上又保湿效果更好，在空调房待久了也不会干。等一下你别忘了提醒我给二姐带去啊。行，知道了。温柔。这是一封离别信，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。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你对我超乎了苦肉。我看见这两套穿哪个好？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？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？That's why I'm letting go。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。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。Oh, I'm letting go。你对一切都软弱与怠惰，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，真的爱过我。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。准备先 let go。 不小心睡太久了，现在去还来得及，还有最后一场电影呢。不去了，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你这个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又没关系，以后还有自己引力。你在我生命中曾经是我存在的原因，或许就像他们说，爱情只会让人变愚蠢，做多情爱的太天真。
恋过，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。哪来的投影啊？找人借的。是觉得今天生意不顺，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你的事总不能做不到吧？你再也找不到借口，That's what we should let it go。